能想到吗？现在切菜连刀都不用了，这个多功能切菜器也太高级了吧。头一换啊，它还是个绞碎机，不仅能切片还能绞碎，用它切个辣椒啊大蒜也不会辣手了，配菜简直太方便了，给孩子做辅食也很不错，还可以一键清洗，真的是懒人必备啊。顾客，这是小摸吗？这个小玩意居然号称切菜器里的加特林，我们家有几样常见的数据，蒜片、葱片、辣椒片，好家伙，它真的切得太快了，超长的辣椒可以直接伸进去，不用提前切刀，而且它切得真的很薄很均匀，可以切换捣蒜器模式，打个蒜蓉辣椒泥也非常顺手，用完一键自清洁，只需要把剩下的水倒掉就可以了。我呀，知道你家不缺切菜器，但是这么高级的多功能电动切菜器，你肯定也是头一次见。头一换，它就是个绞碎机，不用开盖，直接能切片，能绞碎，能切菜，比酒店大厨的刀工都要好，简直不要太省事了。平时给宝宝做辅食也很便捷，用完可以一键清洗，都不带失手的。这玩意儿真的省时又省力。